身材跟我有了一拼啊！这不是彭于晏吗？彭于晏，这彭于晏啊，这是。这不是王力宏吗？这是彭于晏。王力宏吗？不是。身材跟我差不多了，除了彭于晏没别人了。其实就是壁咚看多了以后，你们不觉得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吗？不觉得。我可以壁咚毛教练。毛教练。毛教练。你不要躲避人家的眼神。王大陆不是，我还是不是王大陆，不是，是王大陆，不是，你就是，不是，是王大嘴。哦、我俩一个发色，撞头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大陆。这首歌呢是写给黄子韬老师的，所以我在里面就是演绎黄子韬老师，而这群妹妹呢就是演大老师的狂野。一开始以为我就摆摆 pose 啊，唱两句话，要么就是帅，要有那种蹦蹦蹦哈，就没想到会跳这么可爱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建议你好好演。演哭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好好演，演爱哭嘛，对，把我们招牌给砸了啊！好好好好，那一瞬间，我看了一圈，感觉王大陆上去打了个酱油。我刚才看屏幕上面，你还跟着学这个。不平的事没有，是不是？他跟我比的吗？是跟我比的吗？是是没跳好，刚才还是很多。你有跳吗？你有跳吗？这扎心了，跳了。刚开始就在最左边一直在跳。月亮陪我走过随从半夜去行，镜子陪我路过赢得那门旋律。OK， 真的是为了涛哥涛小鹿。我们俩也准备了个礼物送给你。哎，别，来来，晚上说吧。现在就给吗？哇！哎呀！我最近一次心动是我鹿哥腿上他摸我头的时候，他老要摸我的头，我也没办法。Oh my god！ 那我最心动的就是摸他头的时候。对。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挺好玩的。哇！干嘛？这是谁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长得怪高，但是绝对没有180的怪女孩张一凡。有，绝对180。